大家好，我是听哥。好，很多人在问说，到底 iPhone 8跟 iPhone 8 Plus 里面的 AR 要怎么这样去启动呢？其实呢，你只要到所谓的 App Store， 他们现在有分类出来一个 AR 的一个相关的，然后有一些要付费。那我今天呢，介绍三款是免费的哦。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呢来看一下它这三款呢 AR 是怎么来玩哈。第一款呢就是这一个，它叫 STACKAR。好，我把它点下去。好，点下去以后呢，你可以看到，好，它进来了，有没有进来了？好，然后我点选 AR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好，它叫你先对好，对好，退好。啊，你有没有看到出现了？然后呢 ？Start。啊，你现在在盖房子。噔噔噔，哇，好厉害！噔哦，要对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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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！好，完了，没了。好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，哎呦，哦，这是我盖起来的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好，你们看我老婆拖鞋在旁边。好，这个呢是第一个游戏，而且你还可以分享出去。好，那我们来做第二个。第二个呢是这个，这个也很好玩。这个是我这个，这个呢好，它有点像是在打虚拟的 mini golf。好，然后呢直接按，好，一样开始。好，你有没有看？好，它现在要打，你看我要把，等一下哦，我把它站起来。等一下哦，来了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它在我家已经有这个路线了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看到？好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好，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杆子，杆子虚拟的在这里，那就我的球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所以呢，好，你看，然后呢，你看我把它按下去，等一下，它还没对到，按下去，哎，等一下，因为其实是要过去对正的，哦，这里有了，好，然后打。你看球是不是就可以过去了？哦，所以这个呢，你可以虚拟过来。你看，在你家就是你的迷你高尔夫球场地了。好，这是第二个游戏。那第三个游戏呢？哈，是它是养，有点像养小恐龙。好，点击开始。好，然后第一步呢，一样孵化你的蛋。蛋什么蛋？好，这个恐龙评价啊，不要，好，我就它了。确定？继续。给你的恐龙命名，我恐龙叫欧利好了，所以我的狗叫欧利，但是我把它名叫欧利。好，当确认。好，这个时候好的，扫描，你们看它叫你扫描，要召唤。好，这个图面好了，召唤。哎，阿迪多，哎，来了，你们有有看到？你们看到？好，得到奖励 ，OK， 好，好，先五，就在这里的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哎呦，你看我们家还有打光哦，没办法，我家这就是 AR， 好，好，所以呢，今天这三款游戏都是免费的，如果你们想要来用的话呢，就可以用这个 AR 来启动它一下，下次见。